11月28号，柬埔寨出现首宗社区传播病例之后，首相洪森很直白地告诉自己的国民，未来15天将决定柬埔寨的生死。柬埔寨能不能度过眼下的难关，我们无从判定，但金边交警应该能安然度过这危急的15天。因为就在昨天，柬埔寨警察总署下令，未来半个月将全面停止对金边市交通违规者开罚单，为的就是避免交警和民众近身接触。11月28号开始，柬埔寨的新冠疫情进入了社区传播阶段，境内出现了来源不明的本土病例，17人已因此被感染，并且其中部分患者曾到访过多个省市的人潮密集地。就连柬埔寨首相洪森也公开告诫民众，未来半个月要实现全民防疫，因为这将决定柬埔寨整个国家的生死。正是听从了洪森首相的谏言，柬埔寨警察总署便给金边交警下令，12月1号起的15天内要全面停止对交通违规者开罚单，同时也要停止夜间车辆检查。金边市警察局局长苏通表示，这项决定与1128事件有关，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是何种关系。柬埔寨一家官方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指出，这意味着金边市范围内的所有交通违规行为在未来15天内都不会被罚款，但金边交警仍会上街维持秩序，只是为了避免交警在开罚单的过程中与民众进行近身接触，不利于防控疫情。于是不少网友便开始担心，未来半个月金边的交通事故会迎来爆炸性增长。他们还指责金边交警，嘲笑他们其实只是因为怕死才做出如此荒谬的决定。无论如何，这项全球罕见的政策下达，对于金边民众来说，宛如政府派发了一个大礼包。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趁机做出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，需要外出的朋友们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。12月1号跟疫情相关的新闻还有很多，比如洪森决定向金边和新内的民众各派发100万只口罩，以及有一名来自中国的柬埔寨女子被确诊。此外，12月1号洪森在发表世界艾滋病日主题讲话时透露，柬埔寨大概有 7.3 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，84% 的艾滋患者已接受药物治疗，多数人健康状况良好。事实证明，柬埔寨在防范艾滋病毒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政府也有计划将于2025年实现消除艾滋病的目标。收看更多柬埔寨视频资讯，欢迎订阅柬中资讯微信公众号和 YouTube 账号，我们明天再会。